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幼化教育的直播间，欢迎笔友。今天呢，咱们来画墨骨，画国画的墨骨。欢迎静怡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开始上手画。首先呢，我们介绍一下材料。材料的话呢，今天用到的这一张呢是熟宣的卡纸，非常的厚，晃一晃还能听得到声音。欢迎如意书评，这个呢就是熟宣的卡纸，到时候画完之后就不用去裱了，不用去裱，直接就可以开始啊，买一个框，画框，然后给它挂起来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咱们现在是多个平台同时在直播，欢迎大家。欢迎苏苏喜欢彩铅。大家晚上好。好的，这是咱们的纸。然后呢，咱们的笔呢，用到的是这一支梦星盒小号的，像这样的一支勾线笔。或者说它呢是小楷笔。今天我们会多用到几支，因为颜色会不同，然后不同的颜色呢尽量是区分开。还有一支呢会用到一支水笔，也就是它不蘸取颜料，只蘸清水，起一个晕染的作用。我们的调色碟，也就是调色盘，这个的话可以代替啊，可以家里用来盛菜的碟子都可以代替啊，只要底部是白色的就可以。然后呢还准备一些废纸垫在下面，等会儿呢随时吸水，我们吸水的时候就用到它。这个废纸一般是要不离身的，一直要伴随在我们的桌面上，因为我们不停的要去进行一个控水。然后呢还会有一个笔洗，这里呢我拿了一个小笔洗，本来呢还有一个大的，那个大的话就入不了镜，然后呢大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洗了一下笔啊，或者是加了多少水分啊，所以呢就特意拿了一个小笔洗，就能让大家也看得到。颜料呢，今天用到的这个颜料是颜彩，这个颜料呢可以用来画墨骨，也可以用来画水彩，等于是这个颜料可以两用。欢迎圆之窗，是这个颜彩，吉祥的颜彩，它两种画都能，既能画国画也能画水彩。好的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工具材料，当然还得有一个桌子啊。当然是不是要垫这个毛毡无所谓，因为咱们这个纸它就是非常厚，它不透，而且呢是熟宣，它不透水。欢迎大家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。墨骨呢，它跟其他的画，跟包括咱们的一些其他的用生宣的写意啊，或者是一些工笔啊，它还是微微有一点点不同。它呢是直接画，不用去勾线。我们就先画一朵花，调一点红。欢迎圈圈如丝。调一点红呢，再加一点这种偏黄一点、偏沉一点的这种颜色，让它整体而言呢偏沉一点点，先打一个底色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枕痕，欢迎恰逢，欢迎木木，欢迎笨笨熊。好，调好之后，我们画墨骨的时候呢，尽量就是手啊多在这个画上比划比划啊，比对比对，比如说你这个花想画多大，想画在哪个位置，尽量这样比对一下啊，因为它非常容易画大或者是画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能打草稿，没有打草稿，然后呢不勾线直接开始画，所以一定心要做到心中有数啊，宁愿画慢一点，不着急。咱们画这个花瓣，
画花瓣的时候呢，中间留一点这样的空隙，留一点这样的空间出来。直接画，这是咱们墨骨不同的地方。画花瓣的时候要注意，要它这个欢迎生骨幽兰，这个花它都是哎朝里面，这个叶子这个花瓣是朝里面往外面长的，它有这种哎散发的这种趋势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啊也要顺着这个形。那比如说这边，那它就是往里面这样带，哎往它这个花中心处带。那这样往中心处带。不用画的太满，留一些这样的空白出来，留一些这样的空间。胸中有丘壑，眼里存山河，是吗？哎，然后你发现这个形啊，有一点点不对，对吧？哎，歪了或者是斜了，没事，再添加一点点，啊，把它这个形补一补，啊，它也感觉像这个花瓣一层一层的。整体而言呢，它是一个这样的圆，一个这样的球的感觉。好，画完这些之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形，可以再修饰，再对形进行一些修饰。中心处稍微的留一点点这样的空白出来，等会画那个花蕊。欢迎地势天，欢迎魏依依。这是一朵什么花？像一个什么花？等会画完，大家再看一看。这边的弧度带一带，带一带这样的弧度出来，让它有一点这种花瓣往里面收的这种感觉。加一点点水，淡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再用深一点点的颜色，深一点点的红，加一点深一点点的红。从这个中心处啊往外带一带，然后呢再准备一支清水笔，用到的是梦星河，咱们这支笔是梦星河，一支小号的小楷笔。欢迎谷子黄，欢迎一顿三平二锅头，大家晚上好。哎，这个的话我们要来一些这样的颜色的变化，所以呢就要去像这样进行一些晕染，让它有这样的由颜色深到颜色浅的这样的过程。
主要呢是画在这个中心处深的呢多一点点，啊，往外散的时候可以散的淡一点点。欢迎梦梦给我点赞。大家可以给我的直播间点点赞，然后分享分享，如果能分享的话那是最好的。这颜色深一点啊，比刚刚的那个底色颜色要深。然后画出这种颜色渐变来。那些空间稍微留一留，不要把它全部给它画掉了。空间还是多留一下。然后你觉得这个空间太多了，有时候留的这些太多了，可以稍微的把它盖掉一些。可以稍微盖掉一点点。可以不用它那么多，就留稍微留一点点这样的痕迹。欢迎绝对小妞，大家晚上好。都吃过晚饭了没？这是一个什么？好老气的打招呼的方式啊，你好吃了没？感觉存在于相声小品当中。好，往这个中心处还是重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白有点多，咱们可以把它带一些带掉。这一只是，这只是清水笔洗干净，洗一洗，吸收掉一些水分，洗一下。这是一支清水笔。画一个小动物。到时候大家看，等我画到后面大家就知道画的啥。先容我卖个关子，现在看这是清水笔吧，我试一试啊，这是只有颜色的。对，有时候拿着拿着自己都忘了。好，咱们这一朵花呢，先差不多先画成这样，再画一朵，再画一朵。对，这个是墨谷的国画，是的。再画一朵的话，同样也是先把这个笔先洗一洗啊，洗一洗之后呢，调一点这种偏橙色的，然后先打一个底色，颜色淡一点点。是墨谷画《爱琴海的故事》，米作的小羊。欢迎肚子饿了，欢迎咖啡奶茶远离我。调一调之后来，先就不用这支清水笔，暂时先不用它。先铺一个底色。好，接着咱们再画一朵。这朵画在哪里呢？这朵画在这个偏上面这个位置，画在这个位置。
哎，我看一看这个，画在这吧。欢迎我家猫吐了。是因为吃多了吗？这朵画一个侧面朝向的，我们画一个侧面朝向的。这边留着画叶子。把它这个边缘可以画的圆润一些。好，我来看一看，这个还差不多，因为它这边被叶子遮挡了一部分，那它们的大小都是差不多的。还是得稍微的符合一下咱们的规律啊，不能一朵太大，另外一朵又太小。能放大一点，我是把它镜头拉远了，拉远了之后大家能看到我调色以及加水，就这样会好一些。因为调颜色啊，包括加水啊，还有这个用换这个清水笔，这一些方式步骤，大家都能看得到，看得全面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，加一点点深一点的红，调一点深一点的红。啊，因为咱们这一节课的内容呢，可能不太适合入门的新手。如果有同学是新手的话，可能不太适合，要需要有一定的基础。欢迎大家，大家晚上好。要随时的切换这个清水笔跟有颜色的笔，因为要去晕染它。慢慢的画这种墨骨和工笔呢，这两种画呢，就是要耐着性子，慢慢的画，啊，不能着急。颜色还可以再重一点点，中心处的这个颜色。
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刚刚下方的这一朵，它的颜色是要重很多。后面画一些就感觉它非常多的这种层次感啊，不像是一层的啊，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叠加起来的。那这边呢也画一点点，把这个缝里面再染一下。哎，它这种一层一层的感觉，这边带一带，它的颜色变化有一点点太突兀了。好嘞，咱们两朵花就画到这儿就差不多，然后把颜色洗掉。现在用一点点橘红吧，或者是橘黄，带一点黄绿色，画这一朵花的花托。可以先用黄色，先用这种黄绿色，先画两个小果子吧。欢迎少年游侠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之前有接触过国画吗？或者是接触过墨骨吗？有接触过国画或者是画过国画的可以敲一个一，画过墨骨的可以敲一个二。看一看大家带一微微带一点点红，看一看大家有没有接触过，有没有工具材料呀？画两个这样的小果子，然后呢，就用这个颜色多加一点点红。甚至带一点点绿，带一点点绿都行，让它的颜色更加的深一点点。太红了。铃铛敲了个一，当然你当然是花了，正是咱们这一期的学员。颜色淡一点点，在这个下面这样染一下，画一个花托。
接下来我们来画叶子，画一两片叶子。欢迎后冬，欢迎午夜茶树。画叶子的话呢，直接用里面的这个绿色，也可以调。我们把水换一下，凌霄花是吗？把水换一下。因为尽量是保持这个水是比较干净的，因为我们颜色用的比较的淡，而且呢比较的这样画出来会比较漂亮。可以准备一个大的一个盆子，然后呢再准备一个空杯子或者是空盆子，把这个水可以倒到那个里面，换一换水。欢迎我是爱宝亭，欢迎荷塘月色666，欢迎阿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一个叶子的颜色。叶子呢也是用平铺的方式，平铺呢就是直接画，没有刚刚的这种晕染啊或者是渲染的这种感觉，直接平铺。看一下叶子的这个颜色怎么调。欢迎此昵称有毒，欢迎 GIF。 叶子的话呢，调一点深的，调一点浅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啊？可能这个习惯是艺考生的习惯吧，就是喜欢调很多，调在一起，就可能不是单单的只用颜色，只用某一种。比如说我调绿色的话，我不可能只是用那一个绿色，我可能要调几个绿色，或者呢还会加一点其他的颜色来达到我心中的那个绿的效果。所以它不好说是哪一种颜色，它不是单单的某一种，它应该是有很多颜色的这样的混合。所以有一些同学经常会问到这个颜色怎么调，具体的话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官去尝试，但它大致可以是哪个颜色加哪个颜色。比如这个绿色的话，就是感觉有一点点偏黄是吧，有一种那种墨绿的感觉，那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偏黄一点点，偏黄一点点呢咱们就加一点点黄进来。这个黄呢也不要加太这么亮的黄，加稍微暗一点点的这种黄啊。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不说这个，对，是直播，欢迎世界简单点就好，尾号是2306。对，千人千色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说这个黄是什么黄对吧，然后另外一个颜料它的这个黄它就不叫这个名字了，所以应该是跟大家分享这种基本原理是最好的。比如说这个绿对吧，这个绿我偏黄一点点，你加暗一点点的黄有可能是土黄对吧，那它在这个里面可能就不叫土黄，那有一些在其他颜料里面它就叫土黄。画一下叶子。欢迎闲暇小鱼，欢迎尼罗珠宝。快画完了没有？画完，这才刚开始不久，画半个小时了。咱们是7点钟准时开的直播。对，草黄，对，各种黄它的名称不一样。是石榴花吗？是石榴花吗？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花，
运笔一定要顺滑一点，稍微显得就顿笔，拉一条线，不要犹豫啊，拉这种线的时候不要犹豫。把花的这个空间稍微给它留一留，压一压。所以画这种小细节的时候就要注意。对，鲜花。老师那天买了毛笔，买了宣纸，发现自己运笔都不行，先要练基础。对，要从那个控水控墨开始。咱们第一节课就是教的控水控墨呀，然后控水控墨完了之后呢，就是线条，第一节课也有讲那个线条。首先先要了解材料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很多同学呢跟着网上的教程，或者是自己没有基础，就跟着网上的教程直接开始画，那样怎么画的会呢？你前面没有打基础呀，怎么控水，怎么控墨，你的水分是多少，你这些都没有了解，都没有练习，怎么能会？这就像之前我们学习数学啊这些，或者是学习这个字，是先教拼音，对不对？先学那个拼音，然后再学其他的，然后你才能拼出这个字，才能读出来。所以先要练基础的。可能现在网上充斥着这种快速学习啊，快速怎么怎么样啊，这些知识这些东西离开基础，我觉得都是空中楼阁。你可能只是照着画，而且还画的就是四不像的感觉。按笔之后，顺畅的拉出来，多练一练，让这个手不要抖。这个是有，对，这个是难度是比较难，有点难度的，就是它不是零基础就可以直接画的，尽量是要有一个基础再开始画。这是熟宣纸，这是在熟宣纸上画，熟宣的卡纸，这都不用裱了，直接可以拿一个框子框着。看过我的视频，然后学了下不会，肯定要单独的看视频，肯定是很难学会的。你要从头开始，就控笔控墨，然后呢还要指导嘛。你出现问题，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用笔的力度不一样。比如说我说这个大概是多少的水分啊，我说然后用多大的力度，每一个人对这种东西的理解都不一样，所以要很难，所以要我要看你在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，针对问题去解决，而不是说你直接看个视频就能学会。对，要不然老师这个职业，对吧，那就没有了，那都靠书呀，都靠视频呀，就都可以。那他是还要答什么解惑，对吧，答疑解惑，肯定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。学国画先得练字，否则真画好有点难度。练字是也要必须的，就是你在可以在学国画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顺带着一起开始去练练字，就是它是相辅相成的。之前还有人问我说学国画练字有没有影响，练字对学国画是好的影响，是非常棒的。
有素材图吗？有素材图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去拿。对，可以跟我一起练练字。现在，哎，看的镜头看得到吧？现在是这一期教的是颜体，颜真卿，颜体的字，就是大家一定得练练字，就是。如果是没有时间的同学就直接可以开始练小楷，有时间的同学建议从基础开始练。知道知道，闲暇小鱼知道你是我的学生，知道呢。是跟大家说的，是因为怕大家也是有这样的疑问嘛，素材图就找助理老师。书法需要从欧体开始学习吗？这个没有固定啊，这个不固定。可以颜体，可以欧体，然后小朋友呢可以从隶书开始，大人呢可以从楷书开始。啊，零基础如何学习？零基础。首先就是要打基础，因为你的问题里面就包含了答案。零基础怎么学习？就是要学基础。经常看到有同学就是他是零基础，但是哎，我就不学基础，我开始就直接上手我就开始画。那样不行，那样的话非常的难，第一个呢是难，第二个呢是怕把手给练坏。这边再把这片叶子再伸出来一点点，会非常的漂亮。它有这种空间感在了。好的，这里可以这样再来一片叶子，来一点点穿插。这两片叶子我要看一下，要稍微的破一破，这边再来一根枝吧，等会儿稍会儿，稍等一会儿，这两片叶子得破一下。好，这边也是画一下，从它这个根部这儿定一个点开始画这个叶子。欢迎我到底是谁，这是什么花，这个大家猜一猜是什么花，看一看大家觉得像什么花。每一期是一种字体吗？一般是颜体和欧体两种字体轮流着来，因为这两种的话相对而言好入门一些。国画改作业是不是就需要重新画？一般来说是要重新画，但是有时候比如说颜色浅了把颜色加深，那种就不需要，对吧？你的颜色浅了，那加深的话就直接在上面加就行。要看是什么东西让你就是需要修改，如果是因为布局啊构图啊这种的话就是很难修改了，其他的深浅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内容就好修改一些，那就没问题。
国画是不是也有干湿画法？怎么说？应该它不这么分，不这么分。你比如说，画山水的时候有泼墨，对吧？那个就水分比较多，那个你可以说它是湿画法。那像现在咱们这种墨骨呢，那是说湿发花呢，还湿画？湿画还是干画呢？对，一般写意的话就是一笔成形，落子无悔，就很难去修改，所以也是锻炼我们胆大心细，也是考验我们的抓形的能力，也是能练出来的。好，接着我来画这个枝干，画一下枝干。有时间的话可以重新刷一刷国画的课程。芙蓉画是吧？枝干，看一下枝干的调色，枝干一般是什么颜色？是一种接近泥土的颜色，有没有？还是说是它的颜色应该来说是比较深一点，颜色比较重，比较深，相对来这个花呀，这个叶子来说的话。那看一看，直接在这个绿色上面加一点红色，那它的颜色就深了，就是冷色上面加暖色，它的颜色就会混浊，它就会深一点。好，艾达林说，小白不懂，水彩控水是关键，国画呢？国画控水，然后运笔的速度以及造型，它应该是有三个关键，它不单单是控水，水也非常重要，然后呢，根据水不同的水分，你运笔的速度快，它就容易出现枯笔，你运笔的速度慢，它就会阴开，在生宣纸上，它考虑的因素还要多一些。然后包含力度啊，轻重的力度也会关乎到这些粗细，线条的粗细感。这种的话也不用特意说是去怎么样去强调，然后到时候也是会跟大家就是再详细的去讲一讲这个，就它影响的好几个因素，它因素有很多，有好几个因素，其实这个就是分析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可能有一些作家写文章，但是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，哎呀，包含了这么多语法呀，或者是这么多这种分析的情感在里面，你到时候可能画着画着这些东西都会讲究在里面，你就下意识的就把这些东西都画到了，所以不用着急，先从基础开始嘛。要不是怎么基础前面的课程就会教大家控水控墨的，那就是基础的课程，如果是跳过基础的话，那你的控水控墨就不行，然后画出来的话就不好，就是对水分的控制啊非常的应该说是不到位，控制不住，有时候太阴了，水分太多了，有时候又太少了，就老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。我觉得对于零基础而言呢，最重要的是技法，当你的技法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想法，就不再是技法了，你要通过这个话你要表达什么，就是它的含义是什么，它的内容是什么，就是那些是重要的了。当你觉得这个内容重要之后，你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如果发现你现有的技法达不到你想要表达的这种情感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又得从头，或者是又得再学习温故，再提升一下技法。所以根据你的想表达的东西来决定你的技法够不够。比如说要教小朋友或者是小朋友那种简笔画，
那个的话可能技法就不要太多，主要是构思方面、构图方面、立意方面。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技法就很容易达到，重点就是奇思妙想了，就看看点吧，看点或者看目的吧，目的不一样，他要求的东西也不一样。欢迎大家，欢迎，尾号是668。现在是调一个枝干的颜色，调颜色调的会比较久，因为我在一直在感受这个枝干是一个什么颜色，它应该是一个偏深一点的这种土色，然后这个土里面呢可能还泛一点绿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枝干的皮，对吧，树皮，这树皮还是带一点点绿。我用冷色加暖色把这个颜色调深，调深了之后呢，再它来一个颜色的倾向，偏红肯定是不行，得偏绿，得带一点点绿。哎，这个颜色就差不多，现在这个颜色。咱们的国画课程也适合小朋友学嘛，要看年纪吧，至少得应该是10岁以上，就是到应该是到四五年级至少要这个年龄阶段才适合学，因为有很多东西他理解不了，对这种形体啊，这种结构啊，或者这些颜色他自己心里没有太多的印象，比如说因为国画你要一笔成形，对不对？那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难点啊。小朋友就喜欢涂涂改改嘛。哎，我把笔拿上一点啊，这样大家能看得到一些。这样过来，从这边穿插过来，从到这儿。可能这一块大家看不到了，因为要中锋运笔，怎么呢？就是把这个笔啊垂直于这个纸面，这样垂直于纸面画，这样画出来的线条才有力度。要不我换一个角度吧，那大家画这个枝干的时候就暂时先不看这个调颜色吧，我把镜头倾斜一点点，这样的话可能看这个用笔会看得清晰一些，不手不会挡住，还是会挡啊。拿开一点，你也是小朋友，喜欢涂涂开一开。前期涂涂改改没问题，熟练了之后自然就不会涂涂改改了，放心，没问题，问题不大。这是每一个学画画的人都要面临的这么一个问题。因为都是从零基础过来的嘛，过来人都知道，正常正常，有点涂涂改改是正常。
但不能一直涂涂盖盖，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前期的一个这样的过程，到后面的话还涂涂盖盖，你肯定就是练习的方式方法不对，那个时候就要注意了。加一点点水。我拿一张纸，拿一张纸稍微垫一下。拿一张纸稍微把这个水还是放在上面，主要是给大家看得到，就知道我加了一点水，然后不知道我手一伸在干嘛。尽量是把所有的过程都呈现给大家，这样的话就能知道整个这一幅画形成的一些步骤啊，或者是画的一个思路啊就有了。其实不难，就是一个思路知道之后就会发现，哎呀，其实画画还挺简单的，对吧？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，哎，画完了。中锋行笔，稍微把笔竖直一点点。啊，这个时候颜色可能就浅了一点，浅了一点之后呢，再调一调。颜色加了一些水分，然后显得淡了一些，浅了一些。这根据自己，你想就是这种浅一点的也行，这个没有，它大致的颜色是深的嘛。欢迎早安夏米，欢迎关注早安夏米，关注了主播，是在直播间关注的吗？哦，是的是的，刚进入了直播间。欢迎白夜的白白木鱼。大家晚上好，白木鱼晚上好。顺带着把这个果脐，应该是它的这个底部。带一带之后，哎，再来一节。这样那样就够大家学很久了，是吧？这样那样之后要练，练完之后呢，然后把作品发给我看，然后最好是有过程图，这样的话呢就能指导大家，或者是点评大家，或者是说呢，相互进步吧，相互进步，相互学习吧。我把我的一些建议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把作品发给我，对吧？然后这样呢，才能共同进步，才能一起进步。一定要多交流。你要是直接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画，在那里对着视频练。你练很久都没用。你练个十年都没用，你还不如跟别人交流，交流个一年。一定要多交流。不是经常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？三个画国画的，那肯定我们一起聊聊聊天，四个人坐在一起，那肯定是就是会有相互学习的地方。好的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枝干其实画的时间反而就是
久一些啊，酝酿，因为枝干它要表现那种劲挺的感觉，你如果是侧风偏风这样的话，它就非常容易感觉这个枝干不劲挺，一定要笔垂直于纸面，要垂直于纸面，这样中锋行笔，要非常的运用到这个笔毫的弹性，这样怼出这种力道感来，它才会有这种枝的力量感，跟这个花的柔软，它是有一个花和叶子，花呢更加柔软，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垂直于纸面，我现在是垂直于纸面的，只是因为刚刚把镜头把它偏了一下。顿笔，顿一下笔，顿一下笔之后，中锋行笔这一块呢要粗一点，水分有点少，补给它补充一点水分，一定要注意啊，中锋行笔。然后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的就是，这个枝干越到头部尖尖的这个地方，它应该什么越细，然后越往主枝走，越往主枝走它就会越粗。那么这边呢，这根枝干呢，我还要把它加粗一点点，因为它是越来越粗的，它要比这一根要稍微粗一点点。当然就是对比不要太强啊，不是说粗很多，稍微有一点点粗的感觉，你甚至是一点点粗或者是差不多也行。有时候人他有这种视觉误差，他会可能会感觉你这一边粗一些，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规律，没有说哪一棵树它树底是细的吧，树梢是粗的吧，真是由树根树底这一块由粗到细。这个就差不多了，洗一洗笔，来把镜头转过来。好，我们再转过来，回到刚刚的状态。还要高一点，感觉差不多。对，国画不打草稿，国画一般不打草稿，但是如果说是要出作品，对吧？要出作品的话，还是会就是画很多小稿子，画很多铅笔的小稿子，然后去选择一幅小稿子，然后呢有时候也会淡淡的轻轻的用铅笔稍微定一定点啊，画一画形啊，也都是可以的。但平常的话没必要，平常的话一般可以不用打稿子。好，画到这儿之后，我们正好用刚刚的这个树枝的这个颜色，树枝的颜色再多调一点，我们来把叶子的茎给它勾一勾，就用刚刚树枝的颜色。
暖色加冷色，它的颜色呢就会非常的深。这里呢涉及到一些色彩的知识，比如说三原色泥相加是吧，就黑。这里不展开说了，我们直接画，要不然这节课都画不完可能。欢迎托拉斯基大王，欢迎泽云啊。这个时候呢我们来一支勾线笔，这支勾线笔叫什么名字？这支勾线笔好像是一支，这只是一个样品，上面我都不记得这只叫什么名字了。白鹿，那就可以进咱们的店里看一下。又画，又一次的又，画画的画，可以进咱们店里看一下这只勾线笔的叫啥？白鹿吧，对，应该是白鹿吧，我记得好像是白鹿。这是勾线笔干啥呢？勾线笔来勾筋，勾叶子的这种经脉。勾筋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它们的这种翻转呀，或者是它这种粗细变化。怎么报名呀？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，或者是在咱们的后台私聊一下，就是私发一个消息在咱们的后台。右画的账号，或者是右画教育，又一次的右，画画的画。顿笔，走，哎，清，清完之后再顿。顿顿顿，停！是垂直于直面啊。顿笔走，只要勾一根筋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整个画面比较复杂，而且这个叶子呢，它是比较那种，圆润、比较厚的那种叶子。当然也可以，就是再勾一些小筋，再勾进去都可以。因为是这个画面，这个花呀比较复杂，这个内容也比较多，所以为了不抢画面呢，就也可以采用这种勾一根筋的方式，这种方式都可以灵活的去变通。我们一定要进行就是取舍，要学会取舍，不是对所有物体的一个照搬，把它传神的地方给它提炼出来。欢迎谈实际。这支笔水彩勾电线好用极了是吧？对，勾线笔吧，专门勾线的。接着画，接着来。就用这个颜色吧，就用这个颜色。然后这个颜料里面呢，它有一个黑，它
还有一个黑色，我加一点黑。淡一点，淡一点。这个黑是带颜色的黑。为什么说它带颜色的黑呢？因为我加了这个颜色嘛，加了我刚刚调颜色调色盘里面的这个绿啊，或者是这个土黄啊，所以它就不单单是黑了，它是五彩斑斓的黑。我加一点红呢，它就是黑红，加一点绿就是黑绿。欢迎粉丝，欢迎文丽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接着画，把这个颜料盘挪到旁边，手又上来。好，用手先比划比划，这一块这一块画叶子，哎，它这个用笔呢就不要太顺畅，哎，弯弯扭扭一些都没关系，因为它不是这种很顺畅的感觉，它的那个质感不一样，要根据质感来用笔。那有一些物体它的质感是顺畅的，是表面很光滑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用笔就要这样流畅。那有一些的用笔或者是它的质感呢，它表面不是光滑的，它表面是那种比较毛躁的。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画的毛躁一点。这个颜色感觉有点浅，那么再加深一点点。来，清水笔准备。稍微的染一下。稍微进行一个这样的接染。然后再画一个，
这里染的时候就可以稍微的随意一点，因为要有这种精致和粗糙的对比画面，这样呢它才会好看，不能都是这种精致的，这样画面就会有节奏感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画叶子就行。现在这个水的话可暂时都可以不用换，因为这个叶子的颜色也是绿色偏深，调一个绿色，然后跟前面这个绿呢稍微区分一下，前面这个绿是带一点黄，对不对？有点偏黄的感觉，那么这个绿就不偏黄，我们可以偏绿，然后偏蓝，偏蓝。我这个发音对吗？ LN 有点分不清。欢迎乐可可爱喝可乐。我也非常喜欢喝可乐，这是什么神仙快乐水，尤其是在吃烧烤的时候，不喝可乐会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解腻，解烧烤的腻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，这种绿呢，带一点蓝，偏一点蓝绿色，就是它有一些颜色的倾向。水分多一些，水分多一些没关系，多来一些水分，带一点点蓝，蓝。太绿了，有点太绿了，多一点点。这个绿，这个绿好绿啊，这个蓝也好蓝呀、啊。加一点点土黄，加一点点暖色，加一点点红，加一点亮一点的黄，亮一点的黄，它的颜色整体它就没有那么暗。哎。再加一点蓝吧，好，调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度，然后水分多一点，注意自己满意的度，调到一个自己的满意的度就行了。好，这一片叶子呢，我们画长一点。再画叶子的话，加一点黄，把这刚刚这个黄给它弄进来。就叶子它颜色也有一点区分，你们都画成，不能都画成一样的，啊，画成一样的不好看。
好，趁它这个颜色没有干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色也可以带一点带到这个里面来。好，这个颜色也没有干，黄色也没有干的时候，下面可以带一点点偏蓝的颜色，让它两种颜色相融合一点点。拿一支清水笔洗一洗。好，继续。画这种细节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。再偏黄一点，偏黄偏红一点都行，就是把它们这种叶子的这种区分给它画出来。这根短一些，画到里面去。哎，有这样的穿插，感觉它就是从这后面穿穿穿穿到这。这种穿插感出来。这里堆积的有点严重啊，给它破一破。颜色我觉得有一点点，先这样，先就是这个度。等会我们再画一画，再画一画其他的。来一个紫色。加一点红，蓝色加红色，那就是紫色。蓝紫色再画一些花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
往这个中心处这样过渡就行。这是一个底色，先是我们可以先画一个这样的底色出来。水分呢可以足一点点。画完这些之后，画一些花骨朵。花骨朵的话，颜色呢深一点点，加一点点深一点的胭脂，然后加深一点的蓝色。蓝色呢也要深一点点，重一点点，再加一点点胭脂。这边这种就现在就是带一点点血的感觉了，就是像血印那样。这里再来一个花骨朵，我看看，看一看布局。这边再来一个。好的，接下来洗一洗笔，然后尽量是可以把水换一下。欢迎喜欢吃桃子的番茄。好，接下来用白色，我们把这个调色盘也换掉。吃桃子、番茄。晚上好。来一点白色，然后呢，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去染一染也行，冲一冲也行。我们看一下两种效果吧。第一种呢是冲，看一下用白色。刚刚已经冲不了了，这个颜色已经干了。用这个白色，水分非常多，直接这样堆积在上面。再换另外一种，另一种方式，可以用，
玛丽颜料里面的白来画，画在这个花瓣的边沿，然后呢再把它给它带进来，染进来，让它形成这样的渐变。有没有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效果？整个是这一边相当于平涂，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效果？看大家想要哪一种效果。冲一冲吧，玩一玩这种水渍的感觉。这边滴一点白，让它自然的这样散发开。等它干，我们等它干，先画其他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画它的枝干和叶子。叶子的话，这个叶子颜色深一点点。先来调枝干。来一点绿。冷色加暖色，像这种赭石加这种绿。颜色可以调少一点，比刚刚的这个枝干可以浅一点点，来一点区别，就这个绿，就这个绿就可以。等一等，再想一想，还是深一点吧。好，差不多。好，这个颜色呢，先从哪里开始画呢？先从它的花托吧，就是花苞的花托。先从花托开始，手要抬高一点，小心碰到刚刚画的。哎，一个这样的小花托。好，这边也是。好，顺带着就这个直接画，就画枝干。画到细节的时候小心一点。
穿插一些枝干。然后呢，接着来一些叶子。这个叶子的话，就用这个颜色，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，可以再加一些深一点的颜色。我们再来一点点淡墨吧，黑色。或者是呢，让它有一点点偏向就行，或者是加一点点紫，比如说加一点点，胭脂啊，再加一点点蓝啊，让它偏紫一点点也行。跟主要是跟它的枝干的颜色进行一些区分，不能是纯黑哦，不能是纯墨或者是纯黑。能感受得到有什么不同吗？我特意的用笔尖蹭了一点点偏红的颜色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出来，就是这样的话，就一笔下去就有丰富的颜色变化，也是很漂亮的。这边的话，来一些比较大面积的这种叶子。这一边也来一些，啊，这边其实就有一点点带血的这种形式了。啊，这里是这个，欢迎粉丝，欢迎雅雅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这样画完之后还没有干，还要等一会儿。那在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再画一画，可以再画一画其他的。欢迎行进江南，我都麻了，我都欢迎。听到山羊老师的声音了是吧？是不是好久不见了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我想想，现在先画一画其他的，先不着急。这个颜色深了的话，我就深一点的话，我再压一压这个花托，再给它按几笔。
让它更有这种变化。然后把这个颜色偏亮一点点给它再。那要么就水分多一点。现在干嘛？把这个叶子再给它来一，再压一遍。还是感觉这些叶子颜色有一点浅。在整个画面当中来说是有点浅，可以稍微加深一点，虽然不用太深，但是太浅了一点。你看画面当中有重色，有重色，然后有中间层次的，然后这边的叶子有点太浅了，会稍微重一点点，然后这边还有亮一点的颜色。如果调的这个颜色比较重的话，那我们的水分就可以多一点，水分一多，它的这个颜色也会浅一些。好久不见呀，和睦。欢迎欢迎欢迎大家。用一点刚刚的这个白，用一点这个白色染一下。给它带一点白，这个是墨骨画。它可能感觉跟水彩非常的像，对吧？这种墨骨。国画的墨骨画法，
再用一点点黑加这个颜色，一点点黑色加这个本来调色盘里面就有的这个颜色，可以来一些，带一点点像这种是，不要偏绿，偏红一点吧。刚刚的这个调色盘，把这个红色这样扫一扫。好，来到这个，再加到这个颜色里面。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，淡一点。淡一点这样的小须须。这边下来之后，好，这一块就略过了，就不用画了。用白色再点一点，冲一冲。那接着我们可以进行勾金了。勾金的话呢，颜色深一点点，可以先用红，用大一点的笔吧，用红，甚至是用深一点的红，加蓝，再加一点点偏墨色。这个颜色，然后用勾线笔去勾金，还加一点点绿，多加一点点绿。勾一下这种叶子的茎，小茎。
对，我用的颜料是岩彩。岩彩的话呢，它可以画水彩，也可以画这个墨骨。好，接着呢，这个颜色里面多偏一点绿，就刚刚这个调的这个勾金的颜色多偏一点点绿，多偏一点点绿干什么呢？勾这个叶子的金，它要多偏绿一点点。谢谢白欧的小发发。颜色可以先试一下。好，这个金呢可以不用那么的顺畅，可以跟它这个整个的叶子的感觉一样，可以是就是弯弯扭扭。它要体现它这种自然或者是比较糙的这一面来衬托这些花。对，画墨骨的话就得静下心来画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用一点点，调一点深色，调一点胭脂，以胭脂为主。带这种紫色的感觉。画一下它这个花托、花心啊，画一下花心处。接下来等它干，等这个颜色干，等这个白色干，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。
同样也是勾金。这个勾金就要小心一点，是勾这个花瓣，花瓣的这种牵丝的感觉，一定要顺着花瓣。轻重轻，重轻重。用的是熟宣的卡纸。欢迎大家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画的这个呢是墨骨画法。墨骨画呢，它可能跟水彩的相似度会比较高。前期不画形，直接画。画完这些之后，可以给它来一点点这种小缺口的感觉，这种比较斑驳的质感，来一点点，再用清水笔染一染。或者是先用清水笔点两滴水，然后趁这个湿，再点一点这种深颜色，它也会有这种晕开的感觉，晕开的效果。我们经常说到的自然，自然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对，比小写意要稍微的细致一点点。或者是先点水，然后再点深色，让它自然的这种散发开。几种方式都可以。
或者颜色不要这么重，稍微浅一点点，来一点点中间的。这里的叶子的，清水笔点一下，再用有颜色的点一点，让它自然的这种散发开，冲撞开，冲撞不同的这种效果。再用一点白，在这个花心处压一压，白不要太重，稍微透着一点底色。好，差不多，我们这一幅就这样就完成了，然后再提款前印，要记得。欢迎萌仔生活呀，欢迎寂寞的守株人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奇异。领导说想学哈画蛤蟆，蛤蟆咱们下一次再画，要么就是直接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加在上面吧，好不好？咱们下一次开直播的时候再加上去。是不是感觉木骨的耗时会长一些？你看现在画两个小时差不多是现在这种程度。欢迎一碗
一碗白米粥。大家晚上好，将近咱们课程接近尾声了，咱们的直播接近尾声了，然后前一个印，打打印泥。对，大家可以练一练小楷。为什么练一练小楷呢？像这种作品啊，一般都是用小楷来提款前印，来提款的。好的，那咱们今天呢就画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感谢大家观看的直播。那有任何问题呢，都可以关注咱们，关注咱们右画或者是右画教育，然后找咱们的助理老师，不管是看作业也好，或者是画材推荐也好。那我们下一次直播再见，下一次的话，看要不要这里加一只蛤蟆，对吧？画一只蛤蟆。或者是不画，我觉得这个程度就差不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，或者是加一只其他的小昆虫啊小虫子在这里都行，这是对画面的这种添加。其实画到这儿呢，就是已经是一个完成稿了，一个完成图了。好的，下一次再见，大家晚安。